行政单本部，池田政夫少佐阁下驾到。少佐阁下，各位太君都来了。这位是池田少佐，大日本皇军驻同州行政办本部长官。欢迎池田少佐，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在下梁文泉，乃是南京政府总立社藤冲分社社长，这位是李副社长。少佐长，こちらは中華。梁社长，我们以前见过没？今天是贵社开业，我特地来祝贺。没想到池田少佐记性这么好。您能大驾光临，梁某和总立社全体同仁倍感荣幸。梁社长，你的总立社能为腾冲的商业繁荣带来更大的利益，所以我应该过来祝贺。池田先生，你可能有所不知，文泉正是腾冲人，生于斯，长于斯，所以我为家乡出点力是理所应该的。而您却不远万里来到腾冲，您是贵宾，文泉再次表示热烈欢迎。啊，是这样的，腾冲市在东亚共荣圈的一个重要部分，内和你的总立社能起到很大作用。那是应该的，您放心，池田先生，为家乡出力，文泉一定倾尽全力，但也需要池田少佐的帮助，还有其他人的协助。我相信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我是一个愿意交朋友的人。能和池田少佐成为朋友，当然是我们的荣幸。来，请。请。快跑！站住！看你往哪儿跑，走！快！这样，你拿着行李，你赶快去，赶快走，我们一起走，再不走谁都走不了，快呀！崔老板，崔老板。来，池田先生，来，好，合个影，好，来，好，哎，好，来，裴老板，合个影，哟，来来来来，好，来，好，今天好吗？笑一下，哎，好，谢谢啊，专业摄影师，哎，保罗先生，来来来，合个影，哎，来，照一照相，保罗，我们一起，好吧，好，谢谢。拍的可以吗？谢谢。总立社今天请了很多贵宾啊。该来的还没来。老太君，我知道了。来日方长嘛。哎呀，现在的生意都不好做。大家静一静啊！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各位能光临总立社腾冲分社的开业庆典。总立社是南京政府下属的贸易机构，而总立社腾冲分社更成为南京政府开拓腾冲商业领域的一支先头部队。梁某作为腾冲人，能回到家乡创业倍感荣幸。我们相信腾冲商社在座各位的友好协助下，为国际边贸重镇腾冲的繁荣昌盛
尽一份我们的绵薄之力。好，各位来宾，让我们共同举杯，为腾冲繁荣发展，为中日友好，干杯！干杯，合作愉快。因为青年学生断定在立柴坝，告密者已经看清楚了他的面孔。哎，孩子，孩子，哎，孩子。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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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人呐！快来人！民警寇总，哎，你赶快回家吧！是，我跟着，我跟着。瞧着呢！哎，你们叫我干什么？叫我干什么？快救人呐！怎么回事？朱殿先生，这位段先生也是我请的客人，能不能不带走他？梁先生，你这里发生了些凶杀案，我把他带回去审查是很正常的。如果他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很快就会放回来。好，太感谢了。另外，明天上午希望你抽出时间到刑侦办办公来一趟。好的，
季宇这个年轻人，交请你们总理室处理一下吧。我到陆总。本部へ戻すぞ。は。怎么了，孩子？啊，孩子，咱们这个开业仪式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怎么了？怎么了？说话呀！怎么了？有一个学生，一个学生死了。啊！学生扎着刀，全身都是血。啊！怎么回事？后来段伯伯来了。日本人把他抓走了，怎么回事？被日本人抓走了。到底怎么回事？别着急，慢慢的，跟爸爸说清楚。别怕，别怕，到底怎么回事？有一个学生，他进了总理室，没走几步就倒下，他身上扎着一把刀。浑身都是血，没过多久就断气了。后来段伯伯就来了，然后日本人说是段伯伯杀了那个学生，就把段伯伯抓走了。孩子，别怕，别怕，别怕。段贝贝怎么会？不可能！别怕，别怕，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啊！志田挺给你面子，段想要被他们放出来了。好悬呐，那个学生差点就到总理社了。幸好您知道及时，要不然。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还有，那就比较难办了。你我都得留着点心，啊？好的，我会小心的。过来！そうだ、そうに違いない。あの傷の深さと。刺された角度からすると、このように刺されたのではないかと。一晩で三人が死に、死因すら不可思議と来ている。刑事事件に不可思議などありえない。少佐殿も言っただろう。これは刑事事件ではない。事件としてことに当たれば、もっと状況がつかめるはずだ。裏通りで死んでた二人の身元は分かったのか。一人は雑貨屋の店主、もう一人は身元不詳だ。死んだ三人についてはまだ洗い切れておりませんが、この三人の死については直接な関係があります。気になるのは、なぜ总理社へ来たんだ。これは、刑事としての直感ですが、昨晩のゾンリー社の人間を見て私が思うに、彼らはこの三人をあそこで待っていたのではと。不運にも現れたのは死体でしたが。では、ダンシャンヤはなぜあの場に現れたのか。彼が犯人ということはありえん。黒沢、任せたぞ。上海駐屯軍の床屋来落語。奴らゾンリー社の総体を調べさせよう。早くだ。はい。あ、待て。梁文泉は、几十根基金だが。腾冲金か、どうかも調べろ。わかりました。
直感だが、例の文書はまだ、ひな政府に落ちてない。山口、一刻も早く、理裁判の生き残りを全員捕らえよ。はっ。梁文全只能强压对李文的愤怒，他为了冒险地执行刺杀命令，不惜欺瞒自己，以至于造成青年学生和崔老板的死亡。总立社刚刚开业，就不得不陷入极大险境。李文的一意孤行，让梁文全意识到，以后的行动将会变得更加险峻和复杂。そろそろ、ヤンさんが来ました。梁先生、非常抱歉、让你劳累一趟。昨天晚上的事情基本上查清楚了，应该和总立社没有关系。那太好了，不过身为社长，在总立社出了那么大的事情，我也应该前来协助调查。嗯，茶泡好了，既然来了就请坐。谢谢。池田先生，昨天晚上你们带走了段老先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很关心他，不知道可否探视一下。啊，你说的是那个段先生，已经把他放回去了。梁先生这么关心他，看来你们的关系不一般啊。啊，这个说来话长，段老先生是家父好友，我离家多年，本想昨晚和长辈们好好聚聚，没想到发生了意外。是，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梁先生是腾冲人，后来去了英国留学，留学回来后去了香港，在总理社工作，又从总理社被派到了腾冲。是的，没错。记得吗？我本人非常喜欢欧洲的音乐。是吗？池田先生也喜欢德国的音乐。梁先生呢？啊，我更喜欢法国的。啊，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一点小小的差异，但是没有关系，以后还有时间我跟梁先生探讨音乐的问题。非常对不起，耽误梁先生时间了。那杨某告辞了。啊，池田先生，您安排在总理室的士兵有点影响我们做生意。啊哈哈，你放心，梁先生，在你回到总理室之前他们就会消失了。非常感谢。等一下，梁先生。这张唱片我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哦，这是太珍贵的礼物了。梁某一定好好珍藏，谢谢，再见。我帮你，你的腿上有伤，要卧床休息，不能随意走动。你是陆小姐？让我看看你的伤口。陆小姐，就不麻烦您了。哎呦，哎呦，来，大小姐，您怎么在这儿啊？你看，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叫你不要出来，你就是不听。怎么样，睡觉了吧？大小姐，您还是先回去吧。这交给我就行了。
他伤口流血，需要处理一下，你去把我的医药箱拿过来。快去啊。坐下，让我看看你的伤口。别，大小姐，脏。相信我，我是医生。同一天夜里，三个人死亡，其中一个就死在我们的面前。如果你是石田，你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偶然，跟我们无关吗？你对小鬼子了解多少？我自认为我对他们足够了解，但是我对石田一无所知。从他的微笑和平和之中，让人感觉到一种浑身发冷的气息。你言过其实了，小鬼子没那么可怕。狭路相逢勇者胜。不同的战场，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敌人。我们现在是孤军奋战，深入敌后，靠的不能只是勇气。我建议你这段时间我们不能再有任何刺杀行动了。这不行，这是我们的任务。你还真以为我们是来经商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首先要了解我们的敌人。这我懂你的意思。那我们达成共识了？算不上，两件事都不能耽误。恐怕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我李文做事情从来不靠运气，靠的是手段。手段如果不尊重现实，和指望运气没什么两样。我还没被我的手段欺骗过。那你如何解释我们刚刚经历的失败？你是来教训我的。我是在提醒你。不一样吗？不错，这次是我失败了，所有的责任我一个人扛。这两个人的血不会白流，欠青年学生的命，欠崔老板那条命，我会让小鬼子加倍偿还的。别想用失败来摧毁我的意志，谁都别想。我还是希望你先冷静一下。别太难过了，格林。刘先生，如果我们不执行这个计划，那个青年学生是不是就不会死？计划是有点仓促，但是那个青年学生是丽莎巴惨案中的目击者，想杀他的人不只是日本人，他已经被敌人盯上了。即使不来咱们这儿，他们也会想方设法杀他灭口。但是通过这个事情，至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就是丽莎巴惨案的汉奸肯定就在会场中，否则他们不会把青年学生杀死在门口。可他还那么的年轻，
很难受。但是格林，我们面对的环境很残酷，我首先学会把情感埋到了心里，勇敢地与敌人周旋。我们要直面死亡，不是甚至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身处危险却无能为力。我们生活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要时刻保持警惕，所以你不能这么脆弱，坚强些。梁先生，我怕我自己不够坚强。要学着把仇恨埋在心里。洛小姐。小东，小东，小东，放开我！你刚才看到的只是个误会。我怎么误会了？我误会什么了？小东，你听我解释。我不听，你用不着跟我解释，你解释我也不听，继续做你的汉奸吧。误会挺深啊。我会向他解释清楚的。梁少长，如果因为你们两个的事情影响到我们的任务，我绝不答应。你放心，李副社长，我们共产党人绝不会因为儿女情长而影响工作。好。文泉，到那边记得给爸爸妈妈来信啊、哦！哎，还有我，对，别忘了小东的信啊！我们可都盼着你回来呢。我们都盼着你回来，给小东完婚呢、嗯、啊！知道了吧？想指责文泉回家了，心里有一种强烈的不安。父亲，母亲，你们在哪儿啊？这是又怎么了？爸，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一个人的变化怎么就那么大呢？他曾经是一个那么有抱负的爱国青年，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助纣为虐的汉奸了呢？而且他还……还什么？没什么，我不想再提他了。孩子，有些事情你应该理解，现在人变化是最快的，尤其是现在兵荒马乱，人为了生存有时候不得不做一些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可不管怎么样，他也不能做汉奸呢，他毕竟是个中国人。爸，您是不是有事瞒着我？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你告诉我，你收留的那个人是不是袁正军？
乃是一个被土匪打伤的过路客。爸，你就别骗我了，我看得出来那可是枪声。哦，那土匪用枪有什么奇怪的？爸，您连您的女儿都信不过吗？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不告诉你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受到牵连。这是前些日子我在山里发现他，当时已经昏迷不醒了。我把他接到家里来之后，我才知道他是去缅甸的远征军。我只是想把他的伤治好，然后送他到安全的地方去。但是孩子，你记住，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这是掉脑袋的事情。爸，你做得对，这才是一个有气节的中国人该做的事儿。你放心吧，他的伤放在我身上。也不要管这些事情。爸，这个家只有我能管得了这个事儿。还有，以后不管什么事儿，你都不能再瞒我了，知道吗？葛妖精，你怎么不吃啊？我不饿。你中午就没吃？头儿，我中午也没吃，你怎么不问我呀？你不说话能死啊？你们觉得开业那天哪个人最可疑？那个姓段的，我觉得老段嫌疑最大。这个人，裴富贵，福来货站的老板，我觉得他最可疑。这张照片是青年学生刚进大厅的时候你拍的，你看他的表情，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青年学生刚进大厅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干什么。如果一个人跟这个青年学生没有某种关系的话，是不可能有这种反应的。我想一个人静会儿。你们慢慢吃。爸爸走了吗？老爷一早就出去了。你怎么不叫醒我呀？啊，老爷说看你睡得香，不让我叫醒你。那你快收拾收拾吧，咱们去段伯伯家看看孩子。哎，好嘞。哎，等等，给孩子们带点好吃的。哎，进来。梁社长。李副社长。有事儿？我想请你陪我去见一个人。谁呀？罗怀英。
为什么？他是腾冲当地最具实力的商人之一，腾冲往内地的马帮很多都由他掌握，我们去拜会一下他，会对总力社和内地的货物往来大有帮助。梁社长，你还真以为你是来做生意的？我告诉你，咱们不是来干这个的。哦，对了，既然你来了，正好跟我一起去见一下段向瑶。事情有轻重缓急，我们毕竟是打着做生意的旗号来腾冲的，如果到腾冲之后不立即去拜会那些有实力的商人，很有可能会引起别人对我们的怀疑。正因为我怀疑段向瑶。你怀疑他什么？那个青年学生绝不是日本人杀的。表面上看那个青年学生不可能是日本人杀的，但如果段向瑶是凶手，他为什么要跟着他进来？你好像很不情愿段向瑶是汉奸。我更相信确凿的证据，而且我也确实了解这个人。那是过去，你了解他现在吗？岳飞的妈妈就用头上的金针在岳飞的背上刺了四个大字，就是精忠报国。你们说用金针在后背的肉上刺字疼不疼啊？疼啊。对，就是让他很疼。后来岳飞啊就记住了妈妈的话，驱除了强盗，打败了金兵，成了被后人称颂的好大好大的英雄。你们愿不愿意将来成为像岳飞一样的大英雄啊？愿意。好，那咱们下面就让小东姐姐给你们上算术课好不好啊？好。小东姐姐在哪？小东姐姐在哪？小东姐姐，小东姐姐在那儿呢。小东姐姐。哎呦，你们好，来来来，坐好了，小灯姐姐给你们上算术课，好不好啊？好。段伯伯，你先休息一会儿吧。好，我先歇一会儿。别乱动。老爷，有人求见。谁啊？他说是您故交的儿子梁文全。梁文全？那我跟他说您不在家。让他们在客厅等我。你的在那边呢。六经则我开生面，七尺从天起活埋。从字面上看是明智的意思。依我看，这好像是做给别人看的。啊，用不着藏着掖着。我可以实话告诉你们，这两条是写给日本人看的。不过哪个汉奸眼不瞎也可以当个警示啊。啊你们说呢？段伯伯，小智文权今天特来看望你。段伯伯，我先介绍一下，这位是……说正事儿吧。看来是无话可说呀。老赵，送客。慢着，段先生，本商社开业是给您发了请柬的，你为什么没有来？这是在兴师问罪吗？段先生跟梁社长是世交，你总得给我们梁社长一个合理的解释吧。李副社长，跟长辈说话要注意分寸。
老朽不介意，让他继续说吧。段先生真的是大人大量啊。那好，请你告诉我，总立社开业是给您发了请柬的，您为什么没有到？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段某从来不为汉奸去捧场。